放。这铁拳弹弓这段时间打了非常多的速射啊，很多朋友看我这个速射觉得应该算是非常牛逼，但是同时也质疑你这个速射看起来软绵绵的，感觉没有力量。那么铁拳弓真的没有力量吗？我们今天现在装的是一副1636啊，平时我的速射一般选用这个配置1636打8毫米钢珠。1636我们知道这个皮筋是很轻的，非常轻，前盖螺丝已经卸下来，我们看看1636复位皮筋使用的是速射呢，一般要保证速度快精度高，所以我选用最轻的1636。1636是最轻的皮筋，在这边拉起来会非常顺滑，所以力量其实还是跟皮筋有关系。即使是1636它完全有能力穿那个红牛单面。那么今天玩铁拳弹弓，我要选用力量篇，力量篇啊，前面都是速度篇，今天来个力量篇，也就是放弃速度，换一副高的配置，大力配置。你们看的这种单复位皮筋适合速射，就是也适合手术刀式打击、精确打击，但想要力量，我准备了一个1745中拉锯皮筋，我们卸掉这个1636，上上1745。但是我们看这个1745，它是双复位皮筋啊，它下面有个双复位筋，双复位对接的是1842，主皮筋是1745。安装方式是这样子的，通过这个铁拳二代的滑轮弓可以看见。双复位皮筋运作也非常顺滑，双复位一般用作这种配置比较高的这种皮筋1745，虽然说这个配置其实也不算大，1745，但是其实通过它这个结构，复位皮筋结构1745完全能够达到很高的速度，所以我也不像他们弄的这么夸张，弄什么2050 3060之类的什么扁皮筋，弄个5020那种超宽的皮筋，其实1745打9毫米钢珠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合适的重配置了，这应该叫做重配置了。可以看看里面啊，运作方式对吧，挺顺滑的啊。这个皮筋我搞得相当长啊，因为我准备用一个中长拉锯，它的总长就是绑前长度是接近40厘米的，也就是单边20厘米，所以拉起来长度也足够，中长拉力量足够，所以今天铁拳弹弓我们不速射。所以呢，有人问这个铁拳是不是只能用海派打法，只能速射？那当然不是，今天我用的就是普通打法啊，长拉普通打法也可以用作精确射击。我打的是9毫米的这钢珠，皮兜是反捏的，这就是一种中长拉锯的打法，皮兜反捏，拉起来效果怎么样呢？啤酒两罐。当然打这个不算什么，这个东西再轻也能爆得了，我们打点别的。啊，准备了几瓶水了，准备了这些水。这个瓶子很难打的，别小看这个东西，这种软瓶子材质想把它打透有点困难，打透它才牛逼的，应该说是比红牛罐还难穿。
我们先近距离的来一个啊，先在一个近距离试一下啊。这个距离我觉得打穿单面肯定没问题，对穿行不行那就不知道了，呵呵，试试看吧。穿了一面，穿了一面，钢珠在这里面，看到吗？钢珠在这里，好，我们看能不能近距离对穿，还是只穿了一面，还是只穿了一面，钢珠在这里面。看来这个配置想对穿这种瓶子基本上不可能，嗯，太难了，1745的，我们可以下次用试试12050的或者更粗的，打更大的配置。今天1745，打10毫米钢珠，也只能单穿，单穿啊，对穿有点困难，像这个瓶子。不过我们可以试一下，10米外远距离打这个瓶子能不能打爆，我估计也困难，单穿都不行，因为它瓶子圆的很光滑，要打得非常正才行，试试看吧。哇，第一瓶打爆了，打穿了，把浮起来第二瓶也震倒了。哦，操，第二瓶看样子是擦边。哦，炸了，第三瓶直接打炸了。朋友们知道吗？我觉得还是速射带劲，所以我又给它换上了1636皮筋，打8毫米钢珠。这些瓶子放好一排，看我们多久能把它干掉吧。呵，不倒，擦边。还是好，这才爽嘛，力量也足够啊，别以为这力量很小，我觉得力量足够了。